过，真的是有特意研究过。对对对对，好，这边不太好说啊，双方有可能都是一套带走的节奏。我估计唐门这边可能会更纠结一点，思密达这边如果打顺了的话就是一套带走了。对对对，现在差不多了，现在一套也带不走。嗯，思密达还要打一点点血，我觉得思密达一个点血中了直接带走了。对，思密达只要再点中一次，对，会不会点中，会不会点中，抓取抓空难。好，我们也是非常焦急来等待一下，究竟是点的快还是耗的稳呢？哦，他应该是用这样的一个技能去耗箱的一个技能 CD。 对，他就等技能 CD。 哎，这有可能很危险了，这思密达很危险了。哎，直接是突脸啊，点穴，这是真的是没有中，这个点穴是真的没有中。对，不用点穴了，直接甩技能，你看到了吗？对，如果说他再用天上这样子技能思密达，我估计应该会直接站在下面用天坤了。我觉得也是。这危险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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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危险了！思密达应该怎么去应对呢？有可能会直接被带走。不会不会，差一下应该。差一下，抓取非常关键，完蛋了！还有一个九紫莲花，不，印记长空，他还是忘记了，忘记了。好，这边的话呢，恭喜打工皇帝唐俊是最后获得了2013年《笑傲江湖》电玩巴士杯的单人跨服 PK 赛的冠军。其次的话呢，抗上思密达是获得了亚军。然后这个美的别致逍遥是获得了季军。然后第四名的话是完美西西。